没人吧？有人。小丁，你到院子后面看着。 明天是国际旅游日，五台山24小时免费开放，游客的数量将数倍的增加。安保的任务十分重大，我们要消除一切不安定的因素，确保每位游客的安全。局里组织800名警力，跨警种、跨区域，机动增援五台山，这是对我们秀荣公安的一次考验。我们只能考好。 所长，你们搞什么鬼？早晨9点钟市局集合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们这也太不像话了，无组织无纪律。今天全区800人的统一大行动，没来的就你们两个。你们在哪儿呢？千万别跟我说堵车啊！所长，这儿真不堵车。我们现在在刘家峪村。刘家峪村，有人报案，说有人在这拐卖儿童，老马说先把孩子救出来。 老嫂子，老刘大哥在家吧？咋回事嘛？我找他2天了，打电话也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，是发了财还是惹了祸了？老刘，刘大哥，刘大哥，你是不是塞了吗？刘大哥在家。你找他有事吗？老刘大哥，咋回事嘛？怎么都联系不上你？我不认识他，是不是找你的？ 我是南山派出所的民警，我叫马国能。这娃娃是你孙子？有人举报你买了个娃娃，就是他吧？别胡说！嗯，他是我亲孙子。我儿子在城里打工呢，我给他养着的。是吧？怎么满屋见不着娃娃一张照片呢？ 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出去！出去！哎，你别吓着娃娃！出去！我出去！老刘，拐卖妇女儿童是重罪，你可别玩大了。出去！好，我出去。滚！但是你得带着孩子跟我一块儿去城里。马叔，不好了，村民把这围起来了。看着这个孩子，跟我来。 要干什么？乡亲们，我是西红柿公安局直属分局的马国能，这是我的警官证，他是民警肖武。
警察了不起，赶紧滚出去！滚！军兄弟，干扰警察执行公务是违法行为，你知不知道？干扰你了，你把我抓起来呀！来，你抓呀！乡亲们，刘春元涉嫌买卖儿童，你们包庇他，如果还暴力抗反的话，不是帮他，你们是害他，是把他往火坑里推！谁买卖儿童了？哎，他是我疯的。那好。 我们一块去市里面做一个亲子鉴定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你亲孙子。啊！我没钱，不用你花钱，公安局请客。凭啥让他去呢？这件案子是刑事案，已经立案了，你必须去。就不去！对，就不去！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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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亲戚吧，啊！你想干什么？煽动大家暴力抗法，把大家都送去监狱。乡亲们，当着大家的面，我想问问刘大哥，你摸着良心说一句话，这个娃娃是不是你的亲孙子？是我孙子。我知道你就一个儿子，结婚多年没娃娃，你想要个孙子，传宗接代这没错。可你不能买娃娃，买娃娃犯法。你再胡说，我打断你的腿！乡亲们，有多少人家就是因为这样被搞得家破人亡？老刘大哥，这个娃娃如果是你买的，你就是坏人，是个小人！放下！你往这儿来棍子。你往我这儿来一棍子，我谢谢你，我代表我老婆孩子谢谢你，我就可以退休了。来，砸！你砸呀！ 说此话，你不行，你看我这上上下下，里里外外，左左右右，有才五个人呐！哎呀，你这是干啥了吗？ 我就想把你买的那个娃还给人家父母。那可是我的亲孙子呀！我已经通知市局刑警队了，他们马上派人过来，你跟他们说去。乡亲们，按照新刑法的规定，拐卖妇女儿童罪可以判死刑。像他这样的，能判多少年我还真是说不准。我是南山派出所的马国能。 大爷，找妈妈！哎呦，娃可怜的，有什么吃的吗？赶紧找一下！哎，后面谁有吃的？赶紧，有糖，吃个糖，爷爷给吃糖，行吗？哦，有糖吃了，有糖吃。哦，来一块。
喂，所长，啊，孩子已经救出来了，我们现在回所里。小丁联系了市里的福利院，嫌疑人一会儿送分局。好，好。看你啊，缺嘴的骡子卖驴价钱，那娃娃不是救出来了吗？要不然多可怜了。跟着你吃瓜，我是天天挨包。吃亏是福，傻小子。小丁啊，显通寺是五台山最古老的寺院之一，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。是。这次的国际旅游日预计突破10万人，你的人呢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秋哥，小军啊，你也在这儿？没办法。行，你们父子俩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。我跟你说啊，谁跟我爹干活，谁倒霉。哎呀，老同志了，铁打的。拉倒，就是装硬。你这包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啊？嗯，这是你吃的还是喝的？你看这么多钱包，再装。公众场合大家还是要小心啊。包没有，看你们谁的包被偷了？没有，没有。带走。大家都看看自己丢没丢钱包，过来认领一下，好吧？这小子交代说，来了一个10多个人的团伙。哎呀，那就去啊。显通寺的安全可以先放一放了，你在这守着，我去抓人。抓枭头可过瘾哩，是吧？抓罪犯什么过瘾不过瘾？瞧你说的。那要是发生个踩踏、火灾啥的，领导是枪毙你啊，还是枪毙我呀？爸，寺里边人晕倒了。老人家怎么了？不舒服是心脏的问题是吧？哎。请各位都帮帮忙，让开点，好吧？让一下，老人家需要牺牲呼吸。让一下，谢谢。再躲开一点，再退远点。我是显通寺执勤民警肖武，有位老者突发急性病，需要救护车支援。韩正，好，小军，来，咱们拍他的肘，拍肘关节，对，使劲拍，用膝关节垫着点，忍着点啊，老人家，忍着点，你现在疼，待会儿你就会感觉轻松点了，舒服点了。喝点水。没事，马上就没人了。爸。我有个同学的姐姐在广州做生意，我也想去。你不当警察了？这世界不只有警察一种工作。小娟，
当警察不是你的理想吗？当警察不是我的理想，是您的理想。小宋呢？没来呢。上回我们救出来的那个娃娃，送到市福利院了吗？啊，没有，市福利院装修，送到区福利院去了。区福利院。小二，马上去区福利院。上那儿干啥去？福利院有人报警啊？有人的地方就有警情。你好，我们是南山派出所的。嗯，你好，我们想看看前两天派出所送过来的娃娃。哦，就是那位女同志送来的。嗯，是的。那请。嗯。最近我们市福利院装修，孩子们都来这儿了。你看，显得特别小。是小的。你们的手续得快点送过来。这事儿让上面知道是不行的。别哭了，宝宝。一定一定。别哭了，一会儿咱们出去玩好不好？走，快点啊！别哭了啊，宝宝。哎，来了。娃娃，你还认识爷爷吗？还认识爷爷吗？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娃娃，好了，跟爷爷回去。雷同志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我们不在这儿待了，我领他回去。您不能抱他走。老妈，你可别犯浑，这么大孩子你往哪抱啊？犯什么浑？谁说娃娃必须在这儿待着？你在这儿办手续，我先走了。老妈。老妈，你干嘛呀？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老妈，老妈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要是把孩子抱走，就带不回来了。我没说要抱回来啊。几天之后，找到娃的父母亲就送走了吗？哎呀，这多少人一辈子都找不到父母。
这孩子叫什么呀？南方，小南方，我给取的名儿。买娃的人说，他是福建人。我可有言在先啊，我就帮你们看一周。好，就一周。哎呦，这娃今天怎么不睡呀？这孩子白天还可以，看什么都新鲜，一玩啊就忘了。这一到晚上他就找妈妈，你说这人贩子他怎么这么缺德呀？好了好了，找妈妈找妈妈。哎呦，我爷爷给唱一个，爷爷会唱什么呢？左右青铜人两国，打扫街道的老友军。我说此话你不行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我老伴和孙女被绑架了。0404龙岗小区5号楼201室发生挟持事件，请你们迅速到场。04明白，请介绍详细情况。嫌疑人叫卢进，是被挟持人胡华女儿的前男友，他可能持有武器，请你们等待后援。小罗，梅梅还是个孩子，你就让她出去吧，啊！求求你，你还年纪轻轻的，外面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啊？胡双双能找到吗？哎，你干啥去？我上去。老马，这是绑架，是重案，刑警特警会来一箩筐，咱让人家露露脸行不行啊？他们搞不定。我可告诉你，这等会儿全是狙击手，一枪就能把他崩了。你跟领导说，我认识陆金，我上去把他弄下来。梅梅，爷爷呢？爷爷在里面。老马，局里人马上就到了。卢静不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，我不能让他惹大祸。我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走，你把梅梅照顾好。走走走，走走走啊！走。各单位请注意，嫌疑犯持有炸弹。各单位请注意，各单位请注意，嫌疑犯持有炸弹。小卢啊，你说你搞对象搞对象吗？你弄这么大个动静啊，成就成，不成算球，你还非得闹出人命。你走，别跟我废话，我要见胡双双。这人嘛，你动动脑子行不行？嗯，你为这么点事儿不划算吗？小罗，你听我说，你胡叔他身体不好，年岁也大了，这一受惊吓，万一出个什么意外，是算到你头上还是算他头上？你让你胡叔出来，我进去替他，行不行？啊？老妈，带炸弹。小吴啊，还有你爸爸妈妈呢，是吧？你说老人家养你也不容易，你要是出了事儿，他们怎么办？是找个歪脖树上吊呢，还是跳楼去？啊？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毁了一家人嘛！你动动脑子，你说这么大点事，你付出一家三口的命，不划算吗？有句老话说，天涯无处没有那个花，没有那个草，那三条腿的蛤蟆你找不着，那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嘛。哎呦，瞧你这胸口上挂着一大串炸弹项链，真威风，沉不沉？来，老人家，您慢点，哎，往下走，慢慢往下走，嗯。
局长，二楼被绑的老头姓胡，女儿叫胡双双，这个男的是胡双双的男朋友，叫卢进，矿山职工。胡双双提出分手，这小子疯了，背了一兜炸药来了。胡双双不在家，便控制了老头和胡双双的侄女。南山派出所的马国能在我们来之前把老头换出来了。楼里还有其他老百姓吗？没有了，都疏散了。我一个月挣4000块钱，我自己只留200，剩下的我都给他。他半夜想吃米粉，我二话不说爬起来去火车站就给他买。这个人有前科吗？没有。老马咋回事？他说认识卢进，等会儿就能把他弄下来。这个老家伙真是爱逞能。你说我是不是把心都掏给他了？是。他说翻脸就翻脸，说变心就变心，哪有这样的？小卢啊，你这恋爱谈的跟我年轻时候一个样，熊。你恨不得上天把星星摘下来给人家是吧？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捧在手上，还递到人家跟前儿。你想过没有？人家自己有心嘛，你自己的心还是放在自己这儿安全嘛。小胡，你有把握说服他吗？我没有把握说服他，我有把握他杀了我。他那个封禁上来，就不是人了。局长。快天黑了，天黑不好动手。老马一直是片警吧？老刑警啊，51岁才离开刑警队到的派出所。你给老马打电话，问问他情况。好。喂，老婆，我这正忙着呢，忙完了给你打过去啊。这老东西把电话给挂了。领导，他真的把楼给炸了。他能把你侄女和父亲放出来，还是有底线的。等等老马吧，我看有戏。这个马国能，外号马大能，在刑警队时呀，火车他都敢跳。我说分手，我见你一面，不见，打电话不接。哎呀，你都烂成一滩泥了，人家肯定要绕着走嘛，我还非得往你身上踩一脚，弄一腿你甩都甩不干净。我说小卢。马叔也是从年轻走过来的，也荒唐过，也犯过浑，也犯过糊涂，也玩过命。可是有一条，没为姑娘去玩命。这个马国能磨什么呢？这是急死人。老马太老了，都58、9了。这要10年前，我一点都不担心，3、2个流氓弄不过他。那你这嘟嘟嘟的声音，真的，我听的真的是，把他关了，关了。你别看我是警察，其实我这胆儿挺小，真的。听我的，听叔的，好吧？多大点事？为一个女人，你知道吗？真不知道。你混蛋，赶快回去照顾父母亲。胡双双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别扔垃圾桶啊，叫防暴队处理。假的。啊。警察爷爷好。
你谁家孩子还不回家吃饭去？哎，老马。嗯，根据。干得漂亮啊。小意思。好，歇着吧。回家吃饭了啊，莫老板，每回上你这儿来都能吃上新鲜东西，谢谢。慢用啊。好。你这唱哪一处啊？哎呦，老婆大人，哎，你来来来，先坐下，先坐下来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啊？你都当大英雄了，我听邻居说的。你自己在这喝庆功酒呢？什么庆功酒？我是饿得连骑车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上这儿来垫吧垫吧。你是不是真以为那炸弹炸不死人啊？小声点。老婆，今天我挺害怕的，身上一阵一阵冒冷汗。后来才知道什么狗屁炸弹唬人的那是。那要是真的怎么办？要是真的，我就可能见不上你和小南方了。嗯，好，来。现在只能是等网上 DNA 比对的结果了。这孩子要是一辈子都找不到父母，多可怜呀！小王，上回我那个案件报告出来了吧？没呢，下礼拜就好了。帮我抓紧啊！哎，好的。哎，老马，嗯，刚才啊，市区村一个姓苑的找你，说是女儿上学的事。李总，你看我这正忙着呢，让别人去吧啊！不行，人家点名让你去呢。走，陈江浩。半年前，老袁得了脑血栓，家里就靠猪猪照顾。当年他妈妈一直有病，也没给孩子上个户口。今年孩子要中考了，没有身份证户口不行，这才想起来要办，可人家不给办。娃娃妈妈呢？前年走了。娃可怜。不让考。啊，不让考。娃娃的出生证有吗？哎呦，哎呦，炕头上审的，哪有出生证？结婚证呢？结婚证有没有？哎呦，哎呦，这就麻烦了。怎么样，我们的伙食比你们派出所的好吧？局长，你要我说实话吗？嗯。你们味道比我们这儿差远了。哇，局长，别听他吹牛，千万别信他。这老马是有骆驼不使牛，80年跟刑警队乔老爷去北京抓人，跟北京丰台镇派出所的哥们吹牛说，秀荣供应好，是羊肉天天吃。哎，你怎么老说这事儿？结果没几天，人家来人了，把他搞得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弄羊肉。幸好那哥俩呀，待了3天走。这要待上一个月，估计老马因诈骗羊肉罪给抓起来了。以后刑警队每次进新人，乔老爷都给开会，这个不许吹牛，不许学马国能，
刑警队全体两个月都没有尝到羊肉味儿。局长，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。我看现在可以学马国能了，羊肉有的是了。局长，你可别表扬他，表扬他后患无穷。哎，你别当着局长的面前诋毁我的名誉。局长，真是有一件事儿要请您办一下。说着说着就来了，局长，你可别理他，他一贯蹬鼻子上脸。什么事儿？现在办户口啊，需要做亲子鉴定。这家太困难了，拿不出钱来。想请局长特批一下，我耽误孩子上学。就这点钱啊，我看请直属分局帮着解决吧，请粮局签吧。哎，局长，现在城郊好多孩子都没有户口，他不是三个五个的事儿。局长，您这儿批了，以后办这事儿就方便了。我们秀柔那个地方，一打雷就下雨，一打雷就下雨。猪猪啊！啊！你们电话怎么老是打不通呢？电话坏了。猪猪，明天上午一定要去派出所把身份证照片拍了，不能再耽误了，再耽误就来不及了啊！谢谢。你看这雨，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，我得赶快回去。嗯。水不喝了。记着啊，猪猪，明天上午一定要去派出所把身份证照片拍了啊。没事吧？就我这身体，再活500年。500年呐？500天都悬。哎，我不是吓唬你啊！你看，你左心房拐弯处这段血管特别狭窄，什么意思啊？随时都可能产生梗塞。我建议啊，立刻手术。手术？什么手术？搭桥。大桥还挖洞呢，我这身体，我这肌肉，你别不信，来，我们俩掰掰腕子，你两只手，我一只手，啊，我就是八只手，你也是冠心病。大夫，能不能不做手术，吃药？我保证按时吃药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警察。警察？怎么了？那你快退休吧，你这身体你干不了了。反正你的生命你自己定。双儿，哎呀，双儿，
生，我在早市看到卢静了。都怪我爸，他要说绑架，不得关个三五年呀？你爸那胆儿比几子的屁眼都小。领导，有什么指示？老马，哎，你还记得那个胡双双吗？胡双双知道啊，后来在城门楼那儿买了一处院子。对对对，就是他。怎么呢？上午啊，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也不知道从哪要的我的电话号码。这电话里头啊，哭的是死去活来的。啊，我也没听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。一会儿你过去看看。嗯，好，好的。哎呀，猴子把救兵搬来了，怎么说话呢？卢金，你就在人家家门口干这个？咋了？办法？在你家门口摆摊，你愿意啊？我愿意啊，随便去，我无所谓。犯法还是不犯法，两说。你这是无赖。行吧，不行，你这是非法占道经营。别以为我不懂，看看他们是非法占道经营，我不是，我不经营，自己吃不卖。哎，警官，尝尝我手艺。不吃。尝。皇上，羊肉串嘞！羊肉串，羊肉串，不要钱。来来，谁吃？来来，我请客。来来来，大姨，来，不要钱。来，大姐，来。疯狗挡门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关键他还不犯法，咱也没法管了。什么地方响了？肚子。老马，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肚子响爷爷，肚子响爷爷，那爷爷得看看肚肚怎么会响爷爷呢？听他同学洋洋说，这小秋要去广州，你知道吗？异想天开，他以为他是马云呢。别走。哎呀，爷爷说的是叔叔，不是说你啊，是叔叔不听话。哎呦，看把娃委屈的。好了，哎呀，我去了，这叔叔不听。鞋，哥哥你早些靠，小妹妹我输了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你！你这是要你爸妈的命啊！你这是，我大哥，我都不爱你，我懂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你！这是要你爸妈，你放开我！收破鞋。妈，你看看。他就是个无赖，咱不理他啊！回，咱回去，咱回，咱惹不起，咱不理他，惹不起他吧？回去，哥哥，你走西头，别理他，他就是个无赖，咱不理他。
你砸，我烧死你们全家！奴婢，住手！你看把这家家门口糟蹋成什么样子！他找人打我，你看我的伤，你管不管？打你怎么着？你太过分了！你，兔崽子！你行，等着，小兔崽子，你给我回来！小卢，干啥？找你喝酒，怎么呢？不欢迎？你真行，把我爹娘都找来了。哎，你要有本事，你把我爷爷也找来，你说啥我听啥。你爷爷都快死了20年了吧？要找啊，你自个儿找去。我让你信了吗？他给我戴绿帽子，把我送进看守所。你说，我怎么可能饶了他？扯淡！怎么是人家把你送进看守所啊？明明是你自己挤着要进去嘛！你弄个破炸弹在那儿比划，幸好是个假玩意儿。要是真的，判你个10年8年，那是最起码的。那天我跟你出来，他当着那么多人面扇我耳光，今天找了一大帮人打我，我能饶了他？陆金啊，你还是不明究竟。你看看这个，把你被绑架的过程给我们详细的讲一下。哎，不不不，他没有绑架我，我是自己留下来劝他的。是不是绑架，你自己心里面清楚。你们两个毕竟是好过一场，对吧？即使是不相来往了，也不能搞得你死我活吧。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啊，这是爷们儿干的事儿吗？爷们儿不干这种事儿啊。你转告他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嗯，没碰响。老婆大人，哎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嗯。哎，老马。儿子回来了。老娟，那天你说的话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不同意。我已经长大成人了。我自己的事儿，自己做主，行吗？行。哎，我说，那小孩什么时候离开咱们家？这跟你没有关系。我的事情，我做主。你就是看不得我妈安生，我就纳了闷儿了。这小孩不能送福利院吗？福利院是黄了还是怎么的？我愿意。陆晋，小卢，过来，过来，上车。干啥呀？抓我？带你去个地方，
敢不敢去吧。小龙，你看这个吉旺面馆，我一朋友开的，年岁大了做不动了，我跟他说过了，低价租给你，你开个烧烤店或者做其他什么的随你。嗯，好地方啊，怎么样？你干嘛对我这么好？你小子不是会弄炸弹吗？我盼哪天你把我炸飞了。这是出事现场监控，被害人过来。停，把截图放大。作案手法很纯熟，应该是个惯犯。还有监控吗？没了，这就是出事现场的监控头拍的。就取了这一处监控？就这监控拍到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是白骨精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事发路段的监控要看，相关路段的监控也要看。他从哪个耗子洞钻出来，又钻进了哪个耗子洞，得搞得明明白白，不能一问三不知啊！哦，你们这么破案，等着犯罪分子主动投案自首。哼，我是片警，不是刑警。啊，老马，嗯，这个案子交给你和小肖了。好，所长，我要结婚呢。好，大家散会。你把那个调出来，刚才那段。现在人家都叫你马大能，是吗？马大能能不够，你的手啊伸的是比旗杆还长。你说你都一把年纪了，为啥这么死拼呢？我没拼啊，从参加工作开始我就这么干的。不是老头我能，是你们年轻人太懒。这回你还不错，卢静弄炸弹，你敢跟上来，可以了。算了，你呀别给我戴高帽了。哎，我还没问你呢。这卢进是咋摆平的？不厌其烦的劝，苦口婆心的劝，劝得我口干舌燥的。哦，屁！你呀，肯定用什么把戏。来，传授一下，传授一下。你还年轻，把戏的事儿，让我们老同志来。那儿有个监控。嗯。就回来啊！嗯，嗯，这样戴着很帅哦，比爷爷戴着帽子精神多了。嗯，再下来一点，你给爷爷戴去，接下来看你会不会戴。哎，饺子来喽！饺子来喽！饺子来喽！煮错了。哟，别烫着，别烫着。好，来摸吧。来，嗯，哎，再来一个。嗯，报告小南方同志，饺子现在还有一点烫，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吃？要醋吗？让奶奶给来点醋。好了，够了。好。啊。哎，好。真香。小点口，小点口。老同志，我上房了。哎，肖儿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你看看这个。你看超市这个女人。
这有什么好看的？嗯，你看这个女人，她点头的时间是8:51:12，对吧？你再看看另外一个监控，你看这个男人走出画面的时间是多少？8:51:07。这是超市斜对过邮局的监控拍摄的画面。这个时段这一带没有什么行人啊。嫌疑人推着摩托车走出画面，5秒钟之后，超市这个女人对着画外点头示意。那么，画外这个人，走，走啊！比我还着急。这个视频中你打招呼的人是谁？这每天来来往往这么多人，想不起来。你看一下这个人，你认识吗？这挡着脸呢，也看不清楚啊。不知道。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。给您。啊，再耽误你点时间。你看一下这个人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那这个人来没来过咱们店里？没印象。老头，火化了吧？你是不是觉得那女的包庇嫌疑人呢？你觉得不可能吗？哎，老马，宁武县悬空村有一个叫左林的，3年前因抢夺罪入狱，今年1月份刚刚释放。杨凤的丈夫叫左深，是左林的堂兄。你等一下，我马上把左林照片给你发过来。秀峰市公安局的，我是马国能。这是左凤祥家吗？是。左林在不在？不知道，我还找他呢，欠一屁股债让谁还呢？我们有搜查证。这是我家，又不是他家，你搜什么呀你？大妹子，你先别急，这家的户主是左凤祥吧？对吗？我们搜的就是左凤祥家。左林又闯什么祸了？涉嫌抢夺。嗨，老人家，左林是你儿子吧？哪儿？刚才去世老大家的。火气这么大。老头，
大家注意，大家注意，右侧第二个摊位叫卖的男人是左林。嗯，多少钱啊，大哥？最多20块钱。20块钱？最少30。哎，站住！帮我们合照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眼神不好使，另外找人好吧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出来，你站住！站住！前面闪开！站住！警察，站住！我是警察，你下来，左林，你下来，我算你自首。别做梦了，有能耐抓我，来啊！抓我呀！下来啊！马叔！马叔！马叔！让你乖乖的下来，算你自首。你非得往下跳，你非得往下跳。哎，老头，累坏了吧？走，我背你。啊？老头，你可别吓唬我，马叔。我可胆小，马叔。哎，有没有大夫啊？你看看他兜里有没有药？我看他像心脏病。有。什么？胃上作弊。你再找一找，看看有没有速效救心丸、硝酸甘油片。没事，你坚持一会儿啊。没有啊，谁有速效救心丸？谁有速效救心丸？小二，救你！救他！谁有速效救心丸？在里心脏病啊！啊，谢谢老同志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哎，谢谢。哦，真灵，其实那墙看着也没多高，也就一米多高吧。这怎么跳下去，可能我自己没踩稳。这岁数不饶人，你还以为你是小孩呢？疼！该。这雁门关啥时候有一米高的城墙啊？没摔到城墙上去，真是万幸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没胡说，肖哥说的。 小娟，老婆，小娟，老婆，小娟，老婆。老婆，快快呀！什么事儿？小南风，小南风。哎呀，奶奶是不是生气了？对。嗯，哥，我们去看奶奶在干什么？嗯。 小娟回去了是吧？嗯，她去广州的事儿你知道吗？奶奶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说这么大事儿你吓我一跳。嗯，是小南风他不听话吧？哎呀，老婆大人，我再也不跳了。 我向你保证，我再也不跳了，你别生气啊！马国能，你要是再给我找出第二个跳长城的，我马上就不生气了。你说话当真？当真，我说话算数。左琳。左琳是谁啊？就我追你小子。嘿，你个马国能，你长本事，你跟犯罪分子比了你。我腿疼。找奶奶。 贾晨迪，温浩洋，温浩洋，我把父母找到了，是福建三名人，姓温。
走吧，车到站了。阿姨，那我们走了。走吧，一路平安。人生漂泊如烟，风过注定生若苦难。手不在天，人生起落如帆，事不冲进浪尖，幸福不远，目光太远，人生正到那步才心甘。这还小意思啊，这是大意思，天大的意思，你赶紧跟家里人说吧。上有的青铜任量过，大嫂姐大老有君，我说这话你不信，你看我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是五国人呐。哎，老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哎，你先别紧张，别紧张。我今天可以提前下班了，终于可以提前下班了。嗯，你有什么东西要我带回去的？小军回来参加培训了，你去买点炸鸡排回来。嗯，遵命。
站着！少叔，他躲着我呢。阿哥，我没躲着你。欠的钱该给了吧？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赶走你家门前那个家伙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给5万块还多吗？我没说要给你钱呢。你必须给钱啊！我没钱。没钱？没钱好不好？没钱陪我睡半年，我还倒找你钱呢。流氓！哎，把包给我！滚！欠钱不给还想赖账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也就5000，欠我4万5啊！给我！又是你小子！啊啊啊！我弄死你！来！来！好！让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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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爸，你听我说，爸，我们去广州了，爸。我们有一位非常出色的老民警，在执行任务时受伤了，请您帮我找一位最好的外科医生，一定要把他救活。甘军，嫂子，我们已经请了最好的医生，您别担心，老马他一定没有事儿。大家都回去吧，这里是医院，人太多了也不好。老马，他一定没事儿。我们不出事儿，我们就在这儿等。对，我们就在这儿等，在这儿等马警官。老马平安了，我们立刻就走。我宣誓，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，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，坚决做到对党忠诚，服务人民，执法公正，纪律严明，矢志不渝，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、捍卫者，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，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。人生漂泊如烟，风过注定离散，生若苦难，活出勇敢，命运在手不在天，
人生起落不凡，誓不从今浪尖，幸福不稳，目光太远，人生正到那步才心甘，爱在我知你心。